面来的。我在逛街。我不信任你们，我自己收着。不让你们用。我知道抢来了，看到我手上的是什么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炸我啦，我错了。只好用抢的了。巧克力要换你。他换什么？然后换旅行舱的东西啊。哦、哇，凶巴巴。哎，景月，你跑哪去了？啊？你跑哪去？我在。哦，另外一边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嗯哼，嗯哼，因为我刚刚在逛那个新的东西，就是那个黑曜石桥。嗯，酷，还是挖得掉啊？就是谁、啊？就很难挖、啊。嗯，烟雾弹超久，但很没用。哦，感觉音乐很奇怪。不会啊，大家都很奇怪、欸。嗯，怎么可能只有音乐？不能烟雾弹丢了之后可以顺灵到家里吗？没有啊，有啊，你就那个啊，你烟雾弹丢了之后自杀。不要啦，我直接自杀，我回不到家里啊。你可以啦，你下一场就回来了啦。太久了吧？你想想看哦，你就干脆牺牲嘛，1000块他们也赚不到啊，我们也扣不到啊。有没有、哦？好像也是哈，烂哈，人要不要死？啊、好，你要不要死？不要了，不要那么快啊！我还在挖矿啊！哎、欸，打雷了，打雷了，打雷了！他们有人在玩 Lucky Block 吧？哦吼，所以是闪电苦力怕出现哦。嗯，就是会打雷啊。我记得打雷玩就是闪电苦力怕、啊嗯。哦，他说可以有那个啊，可以买那个幸运方块。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。哦、欸，他又在摇，他又在用力扯毯子，扯那个他扯不起来的毯子。他想要训练体力，他想要摇，个坏孩子。好奇心重的兔子。呼叫国王直接自杀，你要自杀也要做一点事情啊。嗯，哇，对啊，你死，哎靠，吓死我！哦，对不起啊，他被国王吓到了。哦，好。哇，黄金、开心。不会啦，这巧克力最常打995啊。20995。对啊。995。哎、欸，哈金真的好安静哦！啊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挖到他们的东西了，他们捡走了。挖东西被捡走，什么东西？我刚看到杰克放出一个方块，然后我还偷偷把它挖掉。幸运方块吗？瞬哦，回字砖，回字砖那是什么？回字砖那个、啊、一把弓。我刚原本拿到他的弓，就绕跑的时候被他砍掉了。哇哇！他拿了一把弓，那弓我没看到什么东西。好可惜。我再去偷袭杰克。你为什么要偷袭？要投资你？哎、欸，20死了哦。哎、欸，看20死掉哎、欸。哦，20没有，他在调东西。哦哦哦，可恶。要不要赞助你隐身药水啊？好、啊，我看他们箱子好了，又死掉了。好好好，我去换给你。空如也。哈基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布布的屁屁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队友怪怪的。啊，怎样？我在29层挖挖挖，然后不小心就走下去了。哦。嘿。行行，哎、欸，我直接买50，我直接拿50块给你，多退少补，你自己。来来，哎、欸，人嘞？比他痒啊！阿志，喂，回来，你在哪里？50块给你，多退少补自己花。多退少补自己花，好。多退少补。50块给你，其他自己解决。我继续挖钱。我要继续去29层做世界奇观。可以。29层。看啊，他还在挖，还在捞，一直觉得有东西可以捞。有宝物，有宝藏。嗯，你看，你们有那么努力吗？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。嗯，哎呀，感觉刚挖了很多，但是还补不够。哎、欸，他那个角胶啊，就是那个缝，
他有一次在实况的时候把小手手伸到外面去，嗯哼，很可爱。然后我很怕他被夹伤，我很怕。他为什么要伸出来？我不知道啊，想逃狱吗？可能用两只手拨，就一只手就是不小心。哎呦，爆裂！哇，你身上是不是有带？干！我就在想，你身上应该会有手榴弹呐、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什么都没啦！哇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哦，贱买吧，你一百块惹。我要去挖矿。嗯。哇哇哇！嗯。嘿。把那个画面画出来，不要。那洞宝就说：“你这样是在欺负兔子。欸”哎，你看他把毯子拉起来了，这个。哇，他力气好大哦！糟糟糟，你们要少一个队友了。我站立一下。你还是先把兔子关掉。哎，我刚还以为你是间谍，把我挖下去，吓死我了。没有，我看到黄金了，我大了。我被吓到窜尿，我想说这么低的地方你挖我脚底。啊！吓死我了。我们家怎么坑坑巴巴的？啊？坑坑巴巴哪里？外面一楼啊，怎么被挖的？哦，不是我挖的，我在29层。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云月挖的，他太低了。我刚刚看他的位置。啊，队友回来了，努力努力，挖深努力。努力努力。好。哇，三等了，也出来了。嘿，是他。有哈，哈哈哈哈！哦，好多黄金哦！哦，又有一个，哦、好有钱啊！哇，真好！哇，好好，来买个技能。嗯，三技能书商人，先开一个这个。嗯。然后，嗯哼，啊哈，尿碎了，不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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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尿碎了，怎么了？我要在家里挖矿，我要鬼在家里。同床异梦，这个箱子在抖动，真的哎，抖抖抖，没有。汪汪，哎，决定吧，来再来国王下上来点兵吧。你要被噔噔噔点到了吗？国王下上来点兵，怎么点啊？这个游戏你不会哦？人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下面。噔噔噔，我下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哈基跑哪里去了？在楼上。啊，我在国王。哦，哈基不合群，那就选哈基好了。捏，我来了。捏，你选哈基哦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哈基。你有没有特别想选谁？对啊。没有哎，但是这个箱子我有点想选他。好痛的箱子。偷了一个那个。哎，还是有点想不太出来是谁。除了哈基死好几次以外，真的想不到是谁。哈基有在做事，欸、我刚刚有偷，我刚才偷工哎、欸，偷工回来呢，只是被杀掉而已、欸。我有跳，我秒倒。该选谁好嘞？该选谁呢？好难选哦，很难啊！你们怎么都那么乖啊？嗯啊，看一下哈。哦哦，波波。好了，选哈基好了。你确定？我想不到可以选谁啊。那我觉得你倒不第一个比较投。你要投我是你可以啊。对啊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就把乔四给你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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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等下第一个就是塞死给你看。繁星为什么刚刚握这么大声啊？而且我一直觉得怪怪的。因为补补怪怪的，把我刚放进去的草垫。整个掀起来，就像掀榻榻米一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之后再剪精华出来你们看。没事，刚刚跟战况无关。
我想说你怎么了？嗯，那巡尾可以啊。还是说你们想要提供什么意见吗？意见吗？对啊，云月不要投。云月、哦，我都在挖洞啊。对啊，都在挖洞啊。都没讲话、啊、哦。而且云月今天还抽到卡莲。啊，那就投他、啊。我不是抽卡莲，我是抽卡莲的武器。哦，投他，投他，客气什么？投云月啊，投云月啊，生气！耶，投我，投我，耶，扣分，耶，太棒了！好讨厌哦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扣分，来扣分，这边结束了。好啦，好，嗯，好，来，哈记，你可以玩了，扣分喽！哈记，快玩，快点！是我吗？是你呀、啊，就是你呀、啊！为什么是我？我先把爆破兵拉着。为什么是我？就是你哈！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刚刚看你被巧克力打的时候，你没有还击，然后一直背对着他。我想说让你玩哦。好了，给你炸，给你炸，你快炸，你快炸，你快炸！觉得怕？让你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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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觉得怕，觉得怕，我下楼了。让你玩，让你玩，快快快快快！我要玩，我要玩，我要炸汪汪，快快快！炸汪汪了，炸汪汪了，大家一起炸汪汪！快快快，我要炸汪汪！我有400块可以炸，欸、为什么钱变少了、啊？对啊，我钱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有吗？有扣钱吗？我有，我觉得我钱有变少、欸，哎，只有扣分而已啊。嗯嗯嗯，刚领的钱呢？哎哎哎，那、啊、我领的钱呢？是不是怪怪的啊？嗯，其他人有拿到吗？拿到什么？我刚领了60块出来，然后我正要交易的时候，钱不见了。等一下，因为你钱好多、哦、啊！我一直在29层挖矿啊！啊，也是哈。嗯，哎、欸、，What the hell？ 20995，你们在试领的那个5块、10块的那一个看看吧。等一下，刚刚身上的钱不知道怎么不见了。嗯，等我跌到安全的地方。哎、欸，刚刚被守人在炸死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嗯，好，他们间谍做事了啊！做事了啊！哇！啊，我知道对面，我知道对面的要干嘛了。我去买个显形。显形、哦？对啊，他们过来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对面的间谍想要杀人。哎、欸，他刚过来，要不要接他？感谢小几点，那、嗯、我先拉一下画面。他跑过来了，哦、你拉。我看到楼上有人在跑过来。咦、欸？跑过来的是谁啊？上面跑过来的是谁啊？要不要看一下？巧克力，巧克力是间谍。好哦。巧克力哦，真的假的？是巧克力。巧克力路过没打我啊？啊，他们在追巧克力啊，然后再扔巧克力啊。那就是巧克力啦。好爽哦！哎、欸，刚刚显形谁丢的？显形不是我丢的，我丢的。好、啊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丢的。哎、欸，我说好、啊，关我屁事哦！巧克力，红队国王重生了。家他不会只想打你吧？哦、他可能心里有底，他可能只是想打你吧？我觉得这样子啊。我们家啊！我觉得他真的只是想打你耶。他拿了国王宝石让他们国王重生之后，他们就强化了。对，他只是想打你，他就可以打你啊，很厉害。可是刚刚、为什么打球就打那么顺？你拿喵他的武器吗？还是他只是想回去？哎、欸，汪汪磊啦，我要炸他啦！哎、欸，小间谍出来啦！汪汪磊，哎、欸，我就说我不是间谍吼。啊，但是你想炸我啊？啊，我就只是想炸人啊，所以我要躲起来啊。嗯。啊，即使你们。其实你不是间谍，你也是一个丧心病狂的忠臣啊！没错，我要篡位，为什么你可以当国王？有待换选举日来了，然后你就变国王了，慢慢等。好多黄金哦，为什么这次黄金这么多啊？嗯，
哼哼，刚刚又来了，不刚刚啦，巧克力又来了。嗯哼，耶、yeah, ，我的饮料来了。居然是饮料吗？哎，你在找汪？我真的找不到汪汪哎、欸。你也在找，会找找不到。我找不到啊！你们两个为什么找我啊？詹姆斯，找不到汪汪啊！为什么要找我、啊？我的饮料没有来。我想帮哈记，可是找不到汪汪啊。我觉得怕。嗯。看到了，跟对面讲说要发光发光。What？ 空降物资是一把钻剑。What？ 哦、oh. ，然后我拿到就是啊。啊，你啊，你有升级到钻石剑吗？还没啊。啊，难怪啊，那就没啦、啊，会消失哦。刚刚又死了。对啊，他们的间谍好恐怖、哦。你钱 ，no money， 叫他过来领，过来领，我领给你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好怕啊，好怕啊！拿到附魔弓、附魔剑，哇，巧克力在他们家这样子乱玩嘞、欸。嗯，他已经不管了、啊。我帮你放了。你们想干嘛？